心里面有什么梦想，有什么想法，对啊，都要多看看宪哥的节目嘛，对对，开心一点，对，然后最直接的方式表达，嗯，好吧，就是凯蒂，及时行乐，及时行乐，爱要说出来，可以嫁给我兄弟吗？好，直接就处理了，是啊，处理处理，对啊，他好像没有这个意思，好，哎呀，就是对了，总不好说赶快嫁给我吧。做球做到这样，你太废了吧！好，各位，小钟哥这一辈子认真对凯蒂说一次话，可不可以？你不要有这种邪心的包袱。认真认真，小钟哥认真认真，真性情。你知道我是属什么的吗？属什么的？不知道。我是属于你的。魔术你没看到吗？什么什么魔术？什么魔术？我变得喜欢你了。Let's go， 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？你知道我最喜欢喝什么油吗？沙拉油。哦，你讲对了。那个美玲，你说对了。Harry 结婚以后有没有对你讲一些好听话？他每次跟我讲都说你可不可以要点脑袋？那么说，就是结婚后哦，结婚前好话。那你有没有跟他说我会注意？那个是 Sakino， 下次注意。来，今天给你30秒来表达，有什么话想对美玲说 ？Action！ 谢谢妈妈，你辛苦了，我生了两个这么可爱的男宝宝。你有喝哦？没有。哎呦，有真心。对这个家庭的付出，我希望能够让你爱一直闪亮。真情流露。他这个因为生两个孩子嘛，难免一笑就会闪尿。心中有什么话就把它讲出来，对不对？凯蒂，厉害，好不好？就勇敢讲出来，都不用害怕，好不好？要讲什么？有什么样的？就看你要讲什么，那是你心里的话。要讲三字经也可以。凯蒂，车间六交，车间六交也 OK。凯蒂，给你30秒的时间，你有什么话想对 Harry 说？太跳痛了，太跳了。闪亮好，OK 了，真的粉丝呢。好，大家好好讲。